很久很久以前，世界上诞生了可以赋予人类超凡能力的魔法宝石，叫做米可幻奇。我们必须找到蝴蝶米可幻奇，如果他落入坏人手中，不知道会有什么恶魔降临在这个世界。飞吧，我可爱的黑化蝶，释放黑化能量吧。今日报道，未知怪物在城中肆虐，情况危机。你是谁？你是被米可幻奇选中的人，这个城市需要你。这个城市将由我来守护。看起来你需要个搭档。任何人都无法阻止我，我将会拥有绝对能量。金翅少女，你赢了。米可幻奇已送达，终于拿到了奇迹少女的创造能力和黑猫罗尔的摧毁能力。你为什么这么伤心？我受不了了。相信我，不会就这样结束的。我用了幸运魔力，他在执意我来您这里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。新英雄，城市里还有其他的米可幻奇，这样的力量应该用来匡扶正义，绝对不能落入坏人的手里。找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和你并肩作战吧，做一名真正的英雄吧，让所有人知道你是独一无二的。我可以相信你吗？